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我正在进行一个艰苦的工程。这两天那个肉价感觉又涨了，吃不起了。昨天买了两块那个猪脚脚，涨了将近100块，唉，好心痛啊！今天要吃点简单的了。那是猪皮哈，平时去买都不要钱，结果现在还收了我2块钱，还不帮我烧皮子，唉，所以说我只有自己给它搞出那个毛毛烧一下。你看，好多毛要搞出。那个猪皮子好吃，就是懒得打整。先把那个毛毛给它烧干净，然后把烧了的那个肉皮子挨着挨着刮起，给它洗干净哈。哇，好难烧哟，在家头，外头别个那个喷枪就喷了，然后我们在家烧半天，还差点烧到我手了。而且用那个天然气烧皮子还不好，最好用那个稻草谷子烧皮子，烧起来有个香味。哎，那个皮子好难收拾哦，一块一块，大小又不一样。老板还没给我烧毛，二回不去那家买肉了。锅头加水，把那个猪皮子给它放进来。水开了，把旁边那些泡泡给它打一下，然后加点盐巴，来上一勺豆瓣酱。倒点生抽酱油，老抽酱油来点上色，加上葱姜，把三来八个那些香料放进来，再来点干辣椒和干花椒增加麻辣味，再来一点料酒，把它搞转搞转，先等它卤个20-30分钟。那个时候我要洗点那个尖椒，准备炒皮子用。把那个尖海椒给它切成长条条哈。我跟你们说，今天早上我看到起有人在我们那个田里头做黄鳝，做了好大一桶哦，最大的那个黄鳝有2根手指头那么粗。我还说喊他卖点给我，人家根本就不卖，说的是要抠回给个人吃。哎，你不说你会抓黄鳝啊？嗯，老师。对呀。那你？那个噻，给我们展示一下噻。嗯。这个能轻易展示吗？你坐到，让我弄给你吃。再切点姜蒜片。再来点葱段，起锅的时候放。20分钟了哈，那个皮子是可以轻易的就剁穿了，你们看，可以把它们全部夹出来了。你看那个皮子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我们全部给它修一下哈，然后把高头那些肥筋筋给它弄了不要，然后给它切成小小的细丝。哦，好烫。来，嘎嘎，肥肉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可以开始炒了。先还是来点油在锅头，先放2颗花椒煸香。然后把猪皮都倒进来，然后把姜蒜都倒进来，加上一小勺豆瓣酱，增加亮，增加红色，颜色好看。放2颗豆豉更香。然后把切好的海椒放进来，然后调味一点点盐巴。从锅边喷入一点点生抽酱油，主要是增香哈。来2颗白糖提味，然后把葱放进去，可以出锅了。哇，
那个菜一定要趁热吃哈，因为那个皮子冷了之后就硬邦邦的了，就不糯叽叽的了，好好吃啊！嗯，哇，真的好好吃哦！天啊，那个皮子真的太好吃了，就是每次拿来打整，那一盘那一盘菜，那个皮子2块钱，那个海椒算3块钱嘛，成本5块，卖的10块，贵不贵？哇，好香啊！好下饭的那个皮子。其实这个皮子炒起有点像回锅肉那个口感，就叫回锅肉皮。嗯，5块钱的成本价，吃出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感觉。就是那个皮子难得弄，那边卖肉的老板好怪，他还不给我烧。以前我们在那边买肉，那个老板都要给我烧那个皮子，还不收我钱，那边老板还收了我2块钱。这个菜简直太好下饭了，那个羊丝疙瘩也好好吃哦，用油稍微炒一下，特别的香，那个豆豉。昨天吃了一顿贵的，今天吃顿便宜的回一下血。这个生活费有点紧张最近。要不然明天你买菜吧。嗯。要不然明天你买菜吧。嗯。好。真的吗？你买什么？嗯、买什么给你做什么？好。哇，还有点辣到了，本来还想加2个小米椒的，结果小米椒被我妈拿来泡坛子了，幸好没加。那个海椒还有点辣的。嗯。要不然你明天不买菜？嗯。你去挖黄鳝嘛。要不然，我给你拍视频，你去挖黄鳝。展示一下你的手艺，嗯。我的手艺，不外传。我看应该是手艺太撇了，挖不着。真的挖得到？别个今天就在那个旁边。不要人吗？你要挖黄鳝的，你找不得黄鳝搞不搞的，你就是个假把式。哇，安逸！经过我鉴定，金老师肯定挖不来黄鳝，他还问我黄鳝搞不搞人。
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祝你一个好胃口，拜拜。快吃光要晚饭，说谎的小朋友。